有请戏龄0到5年演员组金靖。我们是四个人一起走，前三个啊都非常的好，哭啊，然后崩溃啊，到我，哎，我来了。说什么领导？过来。你头好大。不知道我算不算一个合格的演员？虽然我曾经的作品被誉为就是演技爆发。四郎，我有个问题，我想要为何渣男？可以。哎，我有RMB的演法，导演喜不喜欢呀？啊，用筷子。我试一下，我看一下好不好笑啊？那这么一个姿色身段完全不如我的女网红。Are you crazy? 好看。静静你赢了这个开场。你听我解释，老铁。老铁。我会娶紫霞，这真的是忍辱负重，都是为了你啊。Are you crazy? 你不是很恨那个猴子吗？很想找他报仇，他要救紫霞，今晚必定现身。你是说猴子会来？你开心吗？很复杂，不好说。说说看。感觉在开心和不开心的边缘反复试探。小天成绩那么好，就因为我没钱，他只能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。你在哪儿啊？表演你要让观众喜欢的话，首先一个就是让他觉得共情，然后这个案例呢太特殊了，就是我的表演会很难，是我们太忙太自私，但是全天下没有一对爸爸妈妈会花20年去培养一个杀人犯，是我没有，我养出一个杀人犯。接下来我宣布票数第一的是金靖107票，恭喜金靖直接入围。夜明珠，啊，我可以